是组装的。对，这就是投入成本最高的一个最核心的地方。是不是一个工厂，是一个加工厂，有没有贴边，这一步就是很重要。那这个里面的应该是核心技术人才。哎，他在哪里贴边？我看不到呀。他已经在贴了，他就是这个，他这个机器就在贴。机器边材料一卷卷的。嗯，这个就是把它那个放它放板子，对不对？哦，可以。那个板子进去之后，他们会放板子，板子从这走出去就到那边了。然后这边是，这边是实验室，检